然后出来这凉拌金针菇，喜欢吃吗？喜欢吃，跟我去看一下怎么做。我们把肝切下来，这个就不要了。把金针菇撕成小的，等一下用水焯一下。水开之后，我们把金针菇焯一下。开锅之后就可以捞出，焯的时间太长容易塞牙。焯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出锅放凉水里面拔一下。我们把胡萝卜、干黄瓜擦成丝，也可以切成丝。把大蒜拍一下，切成末，大蒜末。切一下姜末，这是我焯好水的金针菇、黄瓜、胡萝卜、蒜、姜。我们先撒上一点盐，味达美。油我们烧热了，等一下浇到这菜上。油热之后，我们就浇到这个菜上。我们搅拌均匀。香喷喷的凉拌金针菇我们就做好了，喜欢吃的朋友可以试一下。喜欢我的视频请点击关注，谢谢大家。